来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你若阁安尼做，唔那是伤害我，莫伤害着安琪。我知影，我有去找过安琪啊。你去找从啥？我想要让伊了解我这个做爸爸的心情，我真想要听伊叫我一声，叫我一声爸爸。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安琪比我搁较晚两年，你若真是疼惜安琪，都莫搁去找伊。安琪的心情我会当了解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愈想要弥补恁母仔囝。你若真是想要弥补，你就好好回去照顾你的家庭。莫再来找我，也莫再去找安琪，因为你去找伊，只有增加伊对你的怨恨。你这个爸爸对伊来讲，有哪无嘞？你来找我，根本就无意义。阮母仔当着你哦，这都歹过你的啦。我袂放弃，我会做甲，互恁感受到我的诚意，我会互恁接受我。你会当我一寡？讲了袂嘴淡，我听到伊啊，不管哪呢，出去。在想办法解决问题。你是在解决你自己的问题，因为你感觉你亏欠伊母仔囝，所以你想要弥补，你才来伤害我。你嘛是在解决金凤的问题，因为伊唔甘愿，想要占你的财产，所以伊继续来破坏我的家庭。你要解决你的问题，你嘛袂用将所有的问题拢带给我。你知影我偌尔痛苦无？彩云，你嘛知影，当初我是先甲金凤交往，后来是因为时代压力，我无法度反抗，才答应甲你结婚。这是我的不对，也毋过你费尽心机，拆散我甲金凤的感情，敢讲？你无需要负一部分的责任。莫甲我讲这个，你若要追究责任，你应该莫娶我。你既然娶我，你就应该负责任，你就无应该反背这个家庭。若是时间有法度倒转去三十年前，我绝对会坚持，坚持反抗，唔答应甲你结婚。今仔讲这个，拢已经白付啊！我承认是我的不对，对你、对金凤，我拢有不对。我对恁双方面，嘛拢有责任。要不过，这三十年来，我给你真好、真好，给你有社会地位，给你处处入入。给你称呼你当初这个夫人，我给你的不算少，不过
金凤伊母仔过得并不好，我心肝内对因真袂得过。敢讲，你袂当我有机会弥补因一点点嘛？我把心肝内较好过咧。你哪会会这样自私？为了让你心肝好过，我都爱目睭金金，看你伫咧外口光明正大咧饲查某。我唔是咧饲查某，我是咧参拜。我管你是参拜还是认罪，非得你就是反背家庭的查某人，伊就是破坏我的家庭的狐狸精。卖用这款话来侮辱金凤，你若是不爱我侮辱伊，你就该当狐狸啊！你虽然是清水衫，排名排报，也不过你的不懂话，心肝恶毒。是多点甲金凤会比？你打我了！我疼了你三十年，你干嘛来骂我？你怎么偷袭？妈，谁来气了？他已经怕爸了。你问你爸，快说是不是假消息？爸，无啦，啊你妈过去你也不是无了解，啊讲无两句就要甲人冤气。好了好了，你拄回来，一定忝啊，先去休困啊。你唔敢讲对无？我替你讲。蔡文，恁爸爸伫外口偷袭一个查某囝。三十年前，我将一对母囝赶走，结果最近一个查某佫将这查某囝来传倒转来，我想办法阻挡伊。啊，无恁爸爸就是要甲伊告底。好啊。安怎？这件代志，让你伫咧你的查某囝面头前，我都客气啊！爸，妈讲的敢是真实的？就做唔对的所在，但过真侪代志，唔是参照你妈妈讲的遐尔简单。这件代志本来就唔是遐尔简单，今嘛我都讲不清楚。三十年来，我一直替恁爸爸暗看这盏见笑台，我就是惊伊讲，有恁你会看不起恁爸爸。也唔过，恁爸爸唔知影反省。自己念破这面底皮，所有的代志拢是伊家己做得来。你会用打击我？敢不一定爱来伤害文林？伤害文林的人是你。你是不是感觉自细汉到大，恁爸爸较疼你？那是因为伊亏欠你，所以伊特别疼你。你想要学音乐，伊就给你去学。你交什么款的查某朋友，伊嘛优待你。你想要做什么代志，伊拢让你去做。只要伊当慢掉你这个查某囝的心，你做啥伊拢肯。啊，不过你知影无？你真悲哀，是因为伊亏欠你，所以你才会当得到伊啊。啊，不过你家己完全不知影。我听到问题。是因为伊是我的查某囝，并不是因为我亏欠伊。你讲这款的话来伤害文英，对伊有啥物好处？伊应该了解真相，伊已经互你欺骗三十年，伊应该会知影家己的爸爸是啥物款人。我替你温柔三十年，我得到啥？你最后还是要选择去对母仔囝？我感觉我做不值的，我无爱阁替你报仇这个秘密啦。我这苦，你要用什么面去面对你的查某囝？这世间有真多代志是真无奈。
是你反背妈，反背这个家庭，你有啥物通好无奈？爸爸少年的时阵，介意的是另外一个查某。哪奈你想要要跟妈结婚？既然结婚啊，想要搁要跟外口的查某人生囡仔？这拢甲你妈妈有关系。 不过，爸爸无想要伫这个时阵，讲你妈妈的死讯，替家己辩解。因为安尼，以后代志愈滚愈大，你嘛无一定会谅解。我当然袂当谅解。不管你过去甲别人有啥物，结婚以后。 你都无应该搁跟外口的查某人斗阵。自我捌代志以来，看到你甲妈永远拢是吵吵闹闹，安尼会当好好食一顿饭，讲一下话。伊总是甲我讲，这是因为你甲妈的个性袂合，我拢相信你的话。 结果嘞，原来这拢是你的白贼话哦！在我的心目中，你是一个真好心地、真疼我的爸爸。无亲像妈对我遐尔严、遐尔歹，所以我相信你所讲的每一句话。想不到这30年来。 你竟然安尼伤害妈，安尼欺骗我！那是因为爸爸无希望，因为以前的代志会影响咱的家庭。无甲你讲，毋是为着要欺骗你，是想要保护你。那是因为这个代志，让你受到伤害，爸爸甲你回失的。 都接受。你若真正无向过去的代志影响咱的家庭，那安尼，你就无应该阁继续甲外口的查某人见面。你安尼一方面甲人见面，一方面阁爱甲妈解释，阁爱甲我回信嘞。你敢知影你安尼做，莫讲妈袂当原谅你，就连我。 你爸有甲你讲啥？伊讲希望我会当谅解伊。伊一定甲我讲啊，足可怜，甲迄个查某讲啊，足可怜的，对无？无啦，爸伊无讲你啥物。伊想法是莫解释。这30年来，我将所有怨恨甲委屈，拢吞落我的腹肚里。伊若敢讲我啥？ 我着反倒转来要问伊，迄个查某的代志，伊是要来甲我解释。妈，爸的代志，你啥人拢袂甲我讲？我拄则毋是伫恁爸面头前讲过啊！我无希望讲即件代志，互你知影，互你看见恁老爸。
要唔过你安尼做，害我拢唔知影你的苦衷。逐摆你甲爸冤家，我拢想讲是你的唔对。甚至我无爱互你交查甫朋友，今日互人怪去，你嘛感觉是我的唔对。妈，是的。 我到即马才知影你的苦心。过去我为着感情的代志，甲你起冲突，一定害你足艰苦的。王昭囝，妈是惊你甲我同款，会拄着一个无用心的查甫人。袂啦，妈，你放心。 我一定会足细腻的，而且我嘛袂让外口的查某人来破坏咱的家庭。你即摆真正是体会到妈的苦心吗？嗯。妈，你甲我讲，迄个查某人是啥物人？ 电话未开机，请。明仔载嘛也是关机呢。关了等下去嘛是办法，我看开去，可能报警好啊。哎，等一下啦，伯伯哥，等一下，伊个甲东带转来啊。少贤，到这时阵你阁相信，伊会主动等我带转来啊？伊大厝大个等我才出去，到即嘛一通电话都无，手机嘛关机，伊的气都敢无够明显？ 伊就想要东东带走，哎，敢真正会安尼做？你是不是因为东东甲这个小人，你想要让东东一个亲生爸爸？你都要牺牲家己感情，无你是安怎？伊替讲话啊？无啦，你误会啊啦！我早起报警是因为我唔是咧为伊，我是惊讲这个着伊，啊，到时阵伊若是真正甲东东带走，我。 小贤，你放心啦，东东人真好。这，你什么意思嘛？你若都无经过小贤的同意，就把东东带走，紧把东东牵好小贤。啊，若无的，哎，你别说谎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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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听清楚。小贤，你让我听清楚，东东是我的查某囝，我要带伊倒，敢有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啊？ 我是东东的妈妈，东东也倒位啦。东东啊，今麦暂时跟我住做伙。真正东东跟你住院，我不想要跟你冤家哦。啊，不过东东今麦已经好啊。今仔日咱就家己讲清楚。这是我跟东东DNA 的亲子鉴定报告，有这个报告会当证明东东是我的亲生查某囝。 我透过法律的程序，申请认养东东。这敢那是野本尔，你抓到嘛不好。就算是野本，你抓到，嘛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。东东身躯顶流的，是我的血。你哪能安尼做啦？进前是你帮我抹囝的呢。 这阵你根本就不做这爸爸的责任啊！你哪有你也看你给东东带走啊？这拢是恁逼我的，小贤，你为着你家己幸福，硬要把东东带去林家，我要让你换这个爸爸。你安尼做，对我、对东东，够公平。 我当初是花光了东东看好钱，唔捌想过做爸爸这个面人。你若是无想要家己母甲伤害我，就紧甲东东还我小心。我跟你讲，无可能。东东即马当咧甲我培养感情，我是无可能遐尔简单，就放手的。你是不是在让我拍？他搞些情绪吗？
林慧姐，林慧姐，我这两个带领，你对东方较是真好，我才不跟你动手哦，那不你也真歹看。这个，哎，东方，这个，东方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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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拄则已经毋是讲过啊，到时阵我会互东东甲你通电话。你莫责怪妈妈，你袂当了解我的心情。东东自细汉，我都甲伊相依为命，伊毋捌离开我的身躯边过呢。伊若无我伫身躯边陪伴，伊会足惊遐的啦。志豪，我求你啦，你放手啦。你有当当暖我的身躯边好不？小贤，我承认，拄开始的时阵，我硬要甲你手当当，是因为我真正做唔甘愿的。阿哥，伫当当待伊一段时间，我已经甲当当培养出感情啊。我即嘛是真心诚意，想要好好照顾当当。我想要从当当伊个话。我想要给伊更加好的生活，给伊接受更加好的教育。袂用的啦，你袂用从东东出国。你若从东东出国，安尼以后甲伊见面，唔着足困难啊。你若真残忍啦，要跳三步啊行。小贤，我安尼做，唔那是在替东东设想，我是在替你想。你连决定要叫林文杰，你若是带东东嫁林家，爱对林家的人敢有公平？林家无这个义务爱替你饲东东的。东东若是教我，你得让林文杰无任何顾虑，去建立你新的家庭啊！这不是理由，文杰因家的人都愿意接受东东，这你免烦恼啦，真实的啦。迄是因即马嘴安尼讲，阿哥，等你甲林文杰囡仔出世了，恁狗狗有可能袂大细心，东东交我才是上好的选择。小贤，你若是同意，我就撤销告诉，咱就免阁惊怀疑。你好好考虑清楚，我会去打电话给你。阿母，你即马我记东东一边好无？想无我即马也知影伊过了好无啊？小贤，你即马受过激动，真正无适合甲东东见面。你放心，等你较冷静的时阵，我会叫东东打电话给你。安怎？伊不让我甲东东见面啦，伊就讲要让东东送出国。文杰是要安怎啦？伊若是甲东东送出国，安尼以后我都见袂着东东安尼。安考，喂喂喂。我代志啊，哈。稍等嘞，老律师念咪着来，多谢。
坐。请问你敢有什么代志？我是张正定的查某囝，叫张文玲。你跟你妈妈同款，想要委托我替恁处理家庭的问题。我是来考劝你，你应该去看看恁爸爸。看起来，我妈讲的无唔对。你有哪无要承认破坏阮的家庭，而且佫不爱听阮妈妈的考劝？你别讲这种话正经。你先去问看麦，你妈来找我，讲过什么话，做过什么代志？我妈妈叫恁离开阮爸爸，伊有啥物唔对？三十年前，恁破坏阮的家庭，今嘛恁又搁走倒转来，继续伤害阮妈妈。你敢知影恁安尼做，已经害阮无法度过正常的生活。啥物叫做正常的生活？就像是你安尼啊，食好穿好。做好人家的千金小姐，每天吃饱盈盈，找人也算的。我要求你不要再来搅扰我，我有什么不对？你这样说起来，做不对事情的人是我跟我妈妈。因为三十年前，我妈不应该这样硬硬去爱着你爸爸，对你爸爸付出感情，受尽伤害。我妈更加不应该常常想到你妈的母乳，带一个刚出世的囡仔离开你爸爸，侵占你的家庭。你敢知影？我妈把你妈赶走了后，伊为了生活吃偌济苦，你敢知影？我自细汉就感觉我足自卑的，因为我老尊讲我爸爸已经过身啦，这就是我正常的生活。这种痛苦甲悲哀，你敢有办法了解？我相信你的生活过了无好，也毋过袂当因为安尼，你就走到倒来要破坏阮即卖生活。无人想要破坏你的生活，是你爸爸家己来找阮的。伊讲伊想要比武，啊，不过歹势，我跟我妈妈一点仔拢袂感激，因为伫我心肝内，阮爸早已经死啊！你哪会当安尼纠缠家己亲生的爸爸？因为伊到今嘛，搁在互阮痛苦，伊为了要安踏家己的良心，继续伤害我跟我妈妈。恁敢真正无想要跟阮爸爸见面？哼，你跟恁妈妈问的话同款。我拜托你，恁母仔若想要来乱，敢袂用做一届来？同款的话，我讲两届，我足烦的呢。不管是真还是假，我拢无想要跟你讲落去，请你离开。刘安琪有开什么条件？文玲，你还会记得哦？无论这对母仔囝开什么条件，你拢袂用答应哦。妈，刘安琪并无开什么条件啊。安那安尼，伊也无想要放弃恁爸爸，伊还阁想讲继续要破坏咱的家庭。无呢，伊敢若真怨恨爸，无想要甲爸相认，嘛袂甲爸提钱。戆草囝。诈骗集团打电话，敢会甲你讲，伊是诈骗集团。因即马当然嘛是爱表示讲，足怨恨恁爸爸，无想要甲恁爸来相认。安尼，咱就袂阁提防伊，咱就袂阁找伊的麻烦。啊，若恁爸爸会感觉愈亏欠伊母仔囝，阁刷落来，无论是钱也好，工程也好，拢互因乌过去。你知影无？顶摆伤点过的工程，恁爸爸已经留一手给刘安琪啊！你敢知影刘安琪即摆在创啥？在创啥？伊甲苏宽林在做生意。苏宽林？是啊，我已经去问过啊。伊即摆伫个苏宽林公司内底是股东。你甲想看卖啊？苏宽林是偌尼啊干巧的人，刘安琪竟然有法度。为伊的公司遐挖到股份，以伊的手腕，若要骗恁爸爸，迄是足简单的代志。所以，你一定袂用让刘安琪接近恁爸爸。也若无，恁爸爸的钱，随就让伊挖了了。妈，
我感觉这件代志主要的问题，也是出在爸的身上。你放心啦，爸真听话，我甲伊讲的话，伊应该会听。文玲，你着爱甲恁爸顾好，千万袂用让伊去对母仔囝，搁再接近恁爸爸。我知，我会靠恁爸。 你好啦，我遮豆油吼，啊，甲一寡配料拢要无啊，免啦，你过去甲你阿送来就好啊啦，啊，你即马送来，我也无做人客啊，哦，好，多谢你吼，好，再见。佫有甚物所在漏交的无？ 君啊，你唔是明仔载要手术，还佫做来遮创啥啦？啊，就是明仔载要手术啦，我毋才想讲哦，啊来店面咧交代一寡代志。啊对啦，迄老的迄汇款哦，即个月应该会用收啊，啊过两日你会记起来收呢。好，我知影啦。啊，佫有啦，店面豆油吼，啊佫一寡配料吼，你要无啊？啊，我嘛敲电话甲卢会叫啊，伊会得会送来，哈。 慧君啊，你放心啦，这阵啊吼，我拢真骨力啦，乌记啥啦，阿妈吼嘛有替我存好看位，你莫烦恼遐济啦，心情放轻松，好好应付吼明仔载要手术的代志啦，哈。我。好啦，来，一坐。啊，等无闲线吼，我要再等来啦，哈。我坐袂住啦。我先坐啦。 怪惊啦！明仔载就要动手术啊呢，啊，我若坐咧吼，拢会安尼乌白乱想啊，所以我才想讲吼，家己较无闲诶，才会有家己哦，安尼点仔想东想西啦。安尼哦，啊，你若要做代志吼，做一寡较辛苦诶啦。啊对啦，拄则吼，我全家门店吼小小单，还在，听对对啦。好啊。 好啊，好啊，我来甲弟卡吼督导诶。建明，我今仔才真正感觉讲吼，安尼平静的生活，这是上宝贵的。唔知以后咱是不是会用继续过这种生活？你搁来啊啦，莫乌白想啦，哈。 啊，妈，你袂记啊？我明仔载早起八点就要动手术呢，啊，十二点进进前哦，拢袂用食物件啦，水嘛袂用啉吗？啊，对吼。哎，啊，我来，你坐。哎，哎呦，清姐啊，啊，你来哦。清，来来来，你要食鸡翅啦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哎，清姐啊，清姐，哎，对了。爸，啊，你挂到大包车倒去啥？ 哎呦，啊，你都明仔载哦，都要去大医院啊！啊，我想讲哦，赶紧哦，走去大卖场呀吼，啊，甲你买一下面巾啦、散文啊，还有起个起面啦，啊，来衫来裤脚卫生纸，啊，我拢替你传好啊。爸，这物件我拢有啊，啊，而且病院嘛会传啊，你无闲要创啥啦？哎呀，我是恁爸啦，啊，也无啥物代志哦，通去甲你安尼斗骹手。 我想讲，我着做会到的，我着是加减安尼做淡薄安尼啦，吼。
好啦，爸，多谢你。食水果啦。我即暝要食会落去啦。爸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勇敢面对的啊。啊，上歹的情形哦，我就是胸腔减一粒啊。安尼哦，我就名正言顺做彭家少奶奶啊。所以恁大家哦，拢免替我烦恼。 我破费这段时间哦，陪家大房、二房，啊，搁有林徽因，大家哦，拢对我足关心的呢。这份情哦，我拢藏在心肝内。我搁想要找机会哦，报答大家呢，所以哦，一定无代志的啦。对啦，只要慧君你家己有信心吼，咱大家就免替伊在烦恼啦，哈。君啊，啊。 利用今仔日哦，嘛爱较早休困啦，吼，因为明仔哦，少你替咱哦，同学安尼甲伊拼吼。哦，好啦，无爸，你陪阮爸妈开讲吼，啊，我先去老弟休困。啊，休困，休困，休困。爸，来遮坐吼。 即个查囡仔，即马拄着一款情形哦，实在讲哦，我真是足烦恼的。这阮拢知影啦。原来呢是着阮惠君啊，细汉的时候就真歹命啦，老母早死啦，还佫对我这老爸哦，也毋捌讲安尼过着一天好日子，啊着安尼，因为哦我也爱跋筊啦。 啊，毋捌讲安尼好啊，家己照顾一下。毋则有安尼，大概咧高中年纪的时候，伫外口呢哦，踮啊伫咧弄榴莲啦。啊，毋过哦，我这查囝哦，还佫算袂歹啦，伊也无气焰我，嘛是安尼足友好我的。到我今嘛哦，嘛拢还佫真关心我呢。我真对不起阮慧君啊。亲家啊，今嘛哦。 唔卖想遐济啦，我知啦，我嘛知影哦，讲这是无啥物路用啦。也毋过哦，我即马都加一个心愿，抓着讲，阮慧君啊会当安尼平安无代志，啊，即回安尼手术哦会当安尼顺利，爱若好的时阵哦，通好我一个机会安尼，好啊慢慢来补偿伊，来弥补我安尼过去安尼亏欠伊安尼。好啦。 亲家啊，你放心啦，慧君啊，无代志啦。亲家，亲，我是想讲哦，有一个代志哦，要来拜托恁啦。啥物代志做你讲啊？也着安尼啦，阮慧君啊，自细汉的时阵哦，着我安尼甲生，生到迄个性地哦，真歹，啊嘛真骄傲。 我想讲哦，即位哦，伊要去入去手术啦，啊，即嘛若手术了哦，等于讲换一个新环境哦，爱重新将伊个生活呢吼，啊，伊个性地啊歹哦，我嘛知影讲改真多啊啦，我是讲哦，即嘛伊手术了来，爱在要做化疗，啊，我惊伊讲毋知影迄个耐性啊无，时效性地哦，若佫举起来哦，我，所以我要拜托亲家，请恁哦对口有耐性的。 以后嘛，希望讲恁会当安尼替我安尼好啊来照顾伊啦。亲家啊，你放心啦。虽然讲哦，慧君是阮的新妇，啊，不过哦，阮拢甲当作是家己的查某囝在疼惜，绝对袂亏待伊的啦。啊，亲，多谢你啦。我若听你安尼讲哦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 是讲哦，我对阮查囝哦，我咱真有自信啦，伊个性哦足坚强的，从来都毋捌想讲要认输人，所以哦，即关哦应该是脱离过才对啦。对啦，对啦，这真个，只要咱大家吼，互伊鼓励甲着支持啊，慧君啊绝对是无代志的啦。希望是安尼啦，也无也无啥物代志啊。
啊，无我要先来走。。有时阵哦，这个亲家哦，有影真无讲道理啦。啊，不过伫这个时阵哦，你就会感觉讲哦，伊确实哦，真疼惜慧君的。大家拢是同款的，天下父母心。妹妹来，妈妈抱抱来，抱抱，抱抱，好抱抱。哎呀，好好好，不要再玩哈。建明啊，妹妹你先抱嘞。啊，你要创啥？我摕相机啦。啊，相机要创啥？我做纪念吗？来。咱来翕一张哦，全家福。看看哈，数一二三哦，一二三。看没？你看，足清楚的嘞。嗯，你也拢无笑啦。来啦，搁一张啦，爱笑哦。好。笑。笑。来，一二三，笑。看没哈？对嘛，阿你唔得对，你看妹妹有够水无？哈，够水哈。嗯。来生做一伴棋，点点做你的。